识就是力量，信息就是财富，点赞关注不迷路，地产世界来带路。自去年年底以来，经济衰退一直是 Google 上面的搜索率最高的搜索词。那什么是经济衰退呢？房市危机，房住不炒投机法案出炉，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欢迎收看最新的一期诚心的地产世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给我们点赞并分享。现在我们线上依旧是加州顶级地产商 Cindy， 你好 Cindy。Hello Rain，Hello 观众朋友们好。来，我们直奔主题啊，问一下 Cindy， 就是关于什么是经济衰退，什么表明我们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将面临着经济衰退呢？这个 recession 经济衰退不仅是在 Google 上面搜索率最高的搜索词，同时也是我被问的最频率最高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有客户说，哎，那 Cindy， 我现在就等着经济衰退呢，等着 recession， 然后呢，没人去买房，房价就要跌了，我就那时候好下手了。所以我想，哎，干脆给大家讲一期这个节目关于 recession。那什么是 recession 呢？简而言之就是说，经济衰退什么，经济活动不活跃了，可以这么说，就没有什么 economic 那个 activity。那如果用那个叫做专业的或者定义来说的话，就叫什么？什么叫 recession？ 就是说 two consecutive quarters。有什么？有那个就是国民生产总值 GDP 它的负数增长，那就叫做 recession。 那给大家打张图看一下，那 Rain 方便打张图给，对，这个图很粉色哈，想找一张正常颜色，但是我觉得粉色比较醒目。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用黄框框出来一个 recession， 就是说在20你可以看到2008年2009和2010年那段时间，你看它有两个 two consecutive quarter， 它的什么就是它的 GDP 是负数，那就是 concession。负数了，对，如果是说你要从最近期的近年来的那个 recession 咱们看的话，就是说从世界二战，就从二战以后吧，它那个 recession 我们算过有大概应该有12个，然后呢这12个的平均的 duration， 它的平均的长度是大概是从8个月到差不多2年，平均来说的话10个月左右。哎，然后跟大家再看一个另外一个就是 slide，So risk of U.S. recession as high as 35%, Goldman Sachs says. 就是说 高盛呢他的分析师和经济学家说，哎，那现在我们面临的这个有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这个风险哈，有35%了。他这里还可以强调说 jack up the odds that region could enter recession, 主要是什么？他这个主要是从欧洲对俄罗斯的这个就是它的 energy 能源的那个什么，就是它依赖性。那当然，他这讲的是欧洲。那同时说，哎，英国、美国也不能够说幸免。他说，那就说，高盛呢 downgrade 就是降低了这个 forecast of U.S. economic growth， 就是2022年的它的增长，经济增长的话，现在目前看的话，在第一个季度就是前三个月的2022年是没有任何的增长。你看，基本上是可以说没有增长 ，little to no growth， 基本上是。止步不前的。那高盛的经济学家就说，那这个我就按照他的推算，那这个可能性就是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说，就是有35%的话，我们是要进入一个经济衰退。因为现在 you know, 我们待会会详细再说一说，这里给大家讲讲。那还有一个 indicator 就是用什么指标来说，哎，那我们可能会面临经济衰退呢？还有一个指标我们看的最多就是 yield curve， 可能大家对经济学不是很了解的人的话，可能不太了解什么 yield curve， 就它这个叫做 yield curve， 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什么叫做 inverted yield curve， 就是它是反过来的 yield curve。然后如果是大家学经济的、金融的话，就非常了解这个了。那正常的 yield curve 是什么？正常 yield curve 跟着我的鼠标看，是从这里往上走。OK， 那是正常的 yield curve， 也就是说 2-year 就是短线的，就是2年的这 treasury bill 国库债券，它的什么利率是在这儿，而10年期的国库债券利率是在这儿，会高的，这是正常的，叫 yield curve 上去的，就是什么短期的话你的利率高低，长期的话你的利率高。但是呢，现在的 yield curve 正好相反，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哎，就对未来是不是对未来的不乐观？对对对 ，Rain very very sharp， 那 Rain 非常聪明，就是说对，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 consumer。广大民众的话对未来的经济不乐观，那这样的话就会什么收紧他的 spending， 就不会什么就开始进入了什么存钱状态，而且的话呢尽量把他存的钱是尽量的叫做 liquid， 也就是说比较流动性强的
也就是说他不会把它锁死，比如说10年固定利息存款啊，他不会做这一种。他说，哎，我对未来就是说不是很看好，或者是有点紧张的话，他说我需要就是给我自己多一些 flexibility。那这样的话，他就会把他的那个资金的话，尽量的把它流动性增加到他的流动性，就是说要不就是全现金存现金，要么就是短期的短线投资，说像两年期的国库债券，因为国库债券很安全，所以就放10年期的国库债券少了。那在那都去买，一窝蜂的去买2年期的国库债券，是不是它的 yield，它的利率就往上走了？所以这里就出现这种反常的情况，就是叫做 inverted yield curve，就正好是2年期的国库债券，它利率反而什么高于10年期的国库债券。那你看左边的话，这就说 the spread between the 2-year and 10-year treasury yields has collapsed 40 basis points over the past month，也就是说上个月。就是2年期的国库债券和10年期的国库债券，它们之间的利率的什么利率差达到了40个基点，也就是0.04%。那这个算是比较大的那个利差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就说明什么？可能就是大家对未来的一切的恐慌，那它就收缩它的 spending 的话，这样我们就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就是 indicator 说，哎，那我们肯定要面临那个 recession 了。哎，是的，好，感谢 Cindy 的更新啊。同样呢，其实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地产世界会在每周六、每期时间下午6点为大家播出。那同样呢，我们也是开通了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可以扫一扫下方的二维码订阅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包含微视、抖音、小红书、知乎、B 站、TikTok。大家在这些不同的社交平台也会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节目，以及更多的地产干货。那同样也是感谢各位粉丝朋友在我们地产世界 YouTube Channel 油管频道，我们看到从自去年开播以来，也是受到了大家持续的一个关注、支持和鼓励。那我们也会继续再接再厉，给大家更多分享更好的地产干货和看房视频。那还是要说，一定要锁定我们每一期的地产世界，好不好？那刚才其实我们说完了关于这个经济的衰退，然后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经济衰退。那这个通货膨胀是不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它是不是它主要原因？但是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就是这个图表。哎。但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要纵观前景的话，一般都会回顾历史，来回顾历史的时候呢，你会经常会发现一些 pattern。它有哪些 pattern 呢？就是说，那我们就不看太远了，我们就从大概1960几年开始吧，来看，请看每一次的话，它的。通过它的 inflation 就是通货膨胀利率，如果超过5%，你看到没有？我这个黄线挖了一个黄线在这里，就黄线呢就是5%的那个 inflation rate。你看有没有超过5%的利率？就 I'm sorry，5%的 inflation，超过了5%的 inflation 的话，它是不是接下来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 recession？你看后面的灰色的这个杠，你的这个竖杠就是 bar，这灰色的 bar 就是它的 recession。你看到没有？1969年它有一个 recession。然后你看那个时候的利率，那个一通货膨胀率是很高，高于5%。同样，1974年，它的那个通货膨胀率也是超过了5%，也是那个时候你看有个灰色的杠，这里也是有个 recession。同样，1980年、1990年都是的，最近期的是2008年，它的那个通货膨胀利率都超过了5%，但也不能说是100%。你看见没有？在这2000年，它这个通货膨胀率是没有超过5%，它那个时候也有一个非常短的 short duration of recession。它不说100%，但是呢，inflation 高于5%的 inflation，它可以说作为一个，也是一个什么 indicator，就是说 recession is coming。这个图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很多数据看得有点眼花缭乱啊，但是你看我给你 highlight 的这几个，一二三四五这五个时间点，那五个时间点的话，它的通货膨胀率都超过5%呢，紧随着这个时间点就是什么，具有 recession，具有通货，具有那个经济衰退。那这个图可能更加比较好表达一下，这个呢就给你看，就是说现在的 inflation 已经达到了什么7.87，我今天查的，今天的7.87，这个是应该是2月份的报的是7.5，现在也是将近8%了，已经飙升到这来了。那这个呢就给你看的比较一目了然，你看没有，超过5%，那这里有 recession，这里有一个 recession，比较 easy to cut to spot，right？那大家就问，哎，那是不是 inflation 就是成为一个什么造成了那个经济衰退一个罪魁祸首呢？那我们看一个这个，就是我给大家准备一个 slides，因为今天时间实在太紧张了，所以我没有时间把它翻译成中文，所以我就给大家口述一下。那 high inflation
它会什么？有 less purchase power，也就是说它的购买力下降了。购买力下降的话，大家会说：哎呀，我本来有这么多钱哈，比如说有100万，那突然一下这100万缩水了，是不是自己就感觉自己穷了？对，那当穷，然。这种紧张的情况下，又或者说，哎，觉得这个钱不够花了，那是不是大家正常人的话，第一个反应 common sense 就说：哎，那我就得少花钱了，是不是要 preserve 我的那个什么我的 asset？那既然我的钱的那购买力下降，我的钱缩水了，那不是我就是不是也应该减少我的开销呢？那这样的话，减少开销 less consumption，那就造成什么？就经济那个 activity 就没那么活跃，是不是就会 incur 就会就 trigger recession 就会经济衰退？那同样的 high inflation，同样是不是我们有上两期节目有提到 high inflation 会造什么？mortgage interest rate 上升。具体为什么会造成 mortgage，就是贷款利率上升？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我们第54期和53期的节目，里面详细介绍了，就是为什么 inflation，就是通货膨胀上升会造成贷款利率上升。那这期我们就不赘述了。那这样贷款利率上升，是不是大家的那个什么买房人的资助那个什么购买能力就下降了呀？是他的。的 affordability 下降了，他会什么？就会不买房，本来打算买房就不买房了。这样的话，你要知道，在美国的房地产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很大的支柱，它带动了其他的很多产业。如果没有那么多买房的那个 activity 购买活动，是不是也就缓加那个什么减缓了其他的产业链的那个经济活动呢？这样从而也会 trigger recession。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high inflation 它什么？那政府就说：“哎呀，那么高的通货膨胀，我要控制通货膨胀，那它就会什么 tighten，就会收缩它的 monetary，就是通过货币那什么政策，就是那个流通，它会减少流通。那在这个什么这个金融系统里的那个货币流通的货币就会减少。那这样的话也同样 also lead to recession。那这些各种方原因哈加在一起，那就说啊，那这个是很有可能就是这个 high inflation 就会造成了 recession。那当然。”就是说，那个 Federal Reserve 就是联储局的主席，他并不这么认为。最近的一个报道有讲到，我们就是说他，他说，"It's possibility of a recession is not particularly elevated。"他说，这个不是说那么，他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不是那么有那么大的可能性会有那个面临经济衰退。那这个大家有目，你呢，叫做等叫拭目以待了。他这里。讲的文章有篇文章专门报道了，是 CNBC 报道了这个新闻。他说就是联储局的 chairman 主席Powell 说 "The chances of a recession are not particularly elevated."那他说这个可能性呢就是说在明年的可能性不是那么的明显。然后说他说 "Aggregate demand is currently strong and most forecasters expect it to remain so."他意思就是说现在总的那个什么 demand 还是非常强劲。那这样的话，总的 aggregate 那个 demand 非常强劲的话，那很多就是预测，就是这个经济预测学家啊，他就并不认为这个什么会改变，也就是说明年会有 in recession 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他说经济还是，他说各种信号啊，各种indicator 还是表明这经济还是非常强劲的，这是他说的。当然，我们要有耐心等待，看最后具体这个事态是怎么样的，经济事态怎么样发展。所以我们要每周的跟踪这个经济发展。如果大家有兴趣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经常看我们最新给你的报道。哎，我们也会继续跟进啊，关于美国的经济走势的状态啊。当然，我们刚才其实也说了，我们推出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地产节目。那 Cindy 的这个地产世界微信公众号里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地产干货，大家感兴趣啊，也可以这个加一下地产世界微信的公众号，包括这边有我们每期的地产世界，还有一些地产的最新的干货。哎，这个也大家可以看一下。包含其实还有其他的节目，包括地产的 vlog、地产故事会，还有等等的一系列，大家也看一下。包括这个现在可以看到屏幕上面啊，这个海外买家首选是不是对您买房或者是这个投资房产有帮助呢？所以大家也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那同样，其实刚才心里您也是提到了，其实最近我们两次的采访中。也是提到了3月15日的美联储的会议，那美联储宣布了新利率了吗？是不是提升了这个利率？对，提升了利率。对，我把这个报道也截图给大家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一目了然。就是说，联储局在3月15号按照预期的如期举行了这个会议，然后他呢把这个调息调了，增加了25个基点。
这些拉斯五几点，这样的话，you know，他们投票决定的。那他们的根据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调高呢？他说，因为现在的话，就失业率非常低，同时呢，就是说这个什么，这个通货膨胀一直飙升，所以他们需要把这个利率要调高。另外呢，就是说俄乌之战，他就写了 Russia's war on Ukraine。他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哈，就是说他这样的话更加可以促使这个通货膨胀呢，就是更加的恶化，所以呢，他有必要就是说把这个控制住这个 inflation 的话，所以他有必要调息。他给出的理由是这几条。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说那这个他调完息以后，那这个 mortgage rate 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那最近的报就是我截图的这个给大家看是最新的哈，就是3月17号的，他说这个三十年的固定利率，就是贷款固定利率，现在已经超过了4%，它是自2019年的5月以来的是最高的贷款利率最高点了。那他说，那这样的话，home purchase demand 会 moderate，也这样的话呢，因为它利息往上又调高了，超过4%了。那这样的话呢，买房的那个激情，大家买房的人是不是激情就会什么 moderate 就会下降了？但是呢，因为这个什么 inventory 还是非常低啊，还是没有很多的那个库存，市面上没有多少房源，所以说呢，它的房价并不认，他们并不认为这房价会掉下来。它这个什么还是有很，因为还是有很强劲的 demand，所以这个房价应该还是说非常持高，就这个意思。他说的还是会 suggest 那个 high house price pressure 还是非常高的。那他这里也说了，就是说另外还有一点，他就说，哎呀，这个利率提高的话呢，这样的话就会让大家就是有这个什么这个 inducement，就是说他会更有这个欲望去什么去存钱。那这样的话呢，就会什么？就像刚刚说的，我们提到，就是说，就会 consumption 呢，就会降低，就大家会不会去什么？不会去花钱的话，就是说 slow down the economy，就是经济。那右边给大家看的，就是现在最新的图表，就是它的贷款利率，就是像30年固定利息是4.16了，4.16了。哎，我真的很 lucky，我那个什么，我做几个 refi 的话，全都是2点多的利息。哇，那也是拿到最低点了，是。对，所以说我没有 intention 去卖房了。现在很多卖家跟我一样的心理，就是说他们做了 refi 或者是最近这几年刚买了房的话，利率都非常低，都锁定了很低的利率，都没有肯定没有 desire 去重新去卖房，然后再锁定高利率了，肯定不会做这种傻事儿了，是吧？所以这样的话也进一步降低了他的那个什么上市的那个房源。哎，其实刚才其实您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们看到了连续攀升的高贷款利率，但是对于房屋销售，您认为是不是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毕竟像您说的，更多的人可能感觉哇，现在贷款利率太高了，一算每个月其实多还好几百块钱呢。那么这个房屋销售会不会因此就放缓了，房价那就降下来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效果？我对有些那个投资者或者是买房者的话是有这种心态，就说哎，那现在那个房贷利率上升了，是不是买的人就少了？那竞争就没有那么激烈了，那是不是房价就应该往下掉了？那这个正常 common sense 其实是这么一个逻辑。包括像我们之前好像在节目中也提到了，有一个 slides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这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有点不一样哈，但是也就这么一个意思，就是 Mortgage Bank Association。他是在去年，我记得我们是去年11月份在节目中提到，他对那个2022年的 mortgage industry，他的 projection 是，就是他 predict 或者是预测呢，就是4.4%，就是到那个什么2022年是到什么4.4%左右。那4.4%左右的，他就说，哎，因为 mortgage 利率上升，那这样的话呢，就会什么降低大家买房的那个欲望和他的那个购买力。那这样的话呢，那房价就会下降。记不记得我们当时去年，我忘了11月份还是12月份做的节目，有提到那个他 MBA 他的那个什么，他对2022年的房市是最消极的、最悲观的。他当时是什么？是2.5%的负数的2.5%的增长。是的。那我不是说，我不是，我不要，我这里不是要说那个 MBA 是被啪啪的打脸了哈，因为今年没有房价没有掉，更别说是负数了，也没有往下掉，所以它这个呢，就是说，其实正常 common sense 大家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真正的如果你看一下 historical data，就是过去的数据的话，并不认为说，哎，你 mortgage 利率一定上升的话，它的那个什么房价一定下跌，它有这么一个 correlation，我给大家看一个图表，可能解释更清楚一些。这张图表呢，就是可以告诉你，你看这个黄色线是 interest rate，就是贷款利率。那蓝色线呢，就是什么？就是房价。你看没有？一般正常说是，哎，贷款利率越高，你看没有这个？贷款利率越高的话，房价就应该跌下来。
那如果贷款利率低的话，那房价就应该上去，因为什么？你 competition，right？那你这个就意思是，就说明他们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是反的，反反比比。关系，反比关系。那你看这边，我们看这一段哈，那你看这个利率低的时候，房价高，你看这个是正好反比。那这里也有点正好反比，right？它这个利率低的话，这个高。那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你看我这个红色标记在这儿，那你看这利率。在不，sorry，这个利率很高了，但是你也没有看到这个房价跌得很厉害呀。如果正常是反比的话，它这个利息这么高，那它房价蓝色线应该是在这儿，你看到没有？跟着我的鼠标应该在这儿，是的，应该但是下没有，去了。对，没有下去啊。也就是说，它没有100%的什么反比关系，它会所有以就。一些影响，但是它并不是100%的反比，是。对对的，你看它这个的话呢，就说哎，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其实。那你可能就有些观众要问，那为什么呢？那这个正常情况下，就像 MBA 之前给大家做的预测一样的，就会觉得应该是相反的。那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示，就是其实呢，主要是因为就是 supply 跟 demand 还是同样道理，回到老生常谈呢，是这样说，老生常谈。我现在普通话讲的太次了，太烂了。就是说还是 supply 与 demand 的关系。你看这里从2022年到2022年，它的这个什么，这个是 National Home Price Index。从215到280，也就是什么一路高歌猛进，还是往上走，根本就没有停下脚步的那个意思。那你看，主要的其实的就背后的推手呢，其实是这个，2016年的时候，它这个市面上在售房是多少？150万套。那你看看这个2022年现在到了多少？40万套，这掉了多少？那你说是不是这个僧多粥少？这不是很明显吗？而且再说了，就是 mortgage interest rate，它的跟房价，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影响因素，那还有其他的很多影响因素。也就是说，mortgage interest rate 它升高也好，低也好，降低也好，它对这个房价影响只是有一部分的影响，但是真正的还受到其他很多因素影响。这里我列举了几个，比如说就是 resale home inventory，就是二手房的房源，它的 inventory 有多少？然后 new home supply 就是它的什么新建房开发商或建商，他们推出来的新房有多少？然后 employment rate 就是说就业率有多少？如果你说大家连工作都没有，哪有能力去支付啊？那个支付这个房贷呀、啊，根本无从谈起嘛，是吧？那还有一个就是 population change，那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就是 population change，就是比如说哪个城市它就业率是那种有很大的公司搬过来。比如说 X Space 搬过来，那这里需要招人啊，很多人来，那这里房价又上去了，是吧？或者像日本一样，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话，结了婚不生孩子，他的人口是减少的，是 shrinking，是什么？是缩小的。那你这样的话，那你还谁买房啊？没人抢啊。那个时候是房多人少啊，是吧？所以说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来影响这个房价，并不只是说 mortgage rate。再说的话，我跟大家这里讲分享一个 slides，因为这个 slides 我做了以后，我觉得本来是用作另外一个用途的，但是我既然做了，我说我把它留在这儿，大家也不要紧张。就是房价它有高有低，但是真正来说的话呢，它这个总体趋势还是往上走的。我就给大家看一个图示，就是2006年它的这个 home price index 是184.38，看到了啊，它这个房价就往下掉了，是吧？掉往下掉，然后到了2016年。它的这个什么房价指数又到了184.27，基本上持平了。也就是说，它一个什么，它的一个周期反弹周期是大概多少？正好10年，2006到2016。也就是说，如果你买房的话，把它当做长线投资来做的话，或者自住房和长线投资房，其实你不需要太担心这房价涨跌起伏。你只要你的 holding period，你的那个持有期够长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屏蔽很多风险的，至少你不用担心你的 equity，you know，低于。明白，就是只要是长线投资，其实关于房产这个是净赚不赔的，但是短线投资这个就有风险了。同样呢，如果说您想获取更多的房产资讯以及更多的房产内容的话，也可以上一下 Cindy 的网站啊，这里有更多的房产的一些工具，包括这个搜索房源的 MLS 的实时房源的搜索啊，包括房屋估价分析报告、房屋按揭付款计算、住房趋势报告、独家代理房源视频，以及我们每一期的地产世界。
包含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到的利率啊，如果说您想知道您拿多少利率，以及这个利率代表着您每个月多少钱要需要付的话，这里有最新的这样工具，所以可以上 Cindy 的网站啊，就有最全的工具给到大家。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话题 Cindy， 就是关于我们知道最新出炉的这个投机法案，对于短期的投资者加征附加税啊，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还是影响比较大的。那它的宗旨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不会对很多人影响大。我觉得这个主要它 target 人群是什么？是 flipper， 是就是说买个，对对，非常投机的，就是投机 investor。那他就说买个房，我拿过来整修一下，或者是就是表面上弄弄，他其实实质上不会花太多钱，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为什么？是要赚钱嘛？那赚钱的话，他就要把它经济效益最大化，他不可能去给你弄最好石材木材或者是劳工的话把你这房子整的真的是那么 solid， 他可能就是表面工作给你弄弄稍微漂亮一下， you know update 一些，那实质上的话可能不会去给你换那管道啊 piping 啊或者什么 structure 啊那种给你加固啊，这些都不会太去做了一般来说。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就说哎，我低价收进啊，把它稍微装扮的漂亮一点，然后再高价卖出，那这就是 flipper， right？ 它就是 flipping。我经常收到这样的短信或者是 email， 就是啊，你有没有好那个什么贱卖的房子，我要收购啊，全现金啊，他们都是基本上都是 all cash 嘛，你 know all cash buyer。那这样的话是非常有竞争力的。那所以呢，就是最近有一个那个就是 Housing Speculation Act。是圣地亚哥的一个，我给大家打个 slides 看一下，是圣地亚哥的一个应该是议员吧，我还忘了他的 title， 他就给大家说，哎，我要给他出炉了这么一个法案，就是说他这个法案的主要核心内容是在这儿啊，这个因为没有时间翻译成中文，这里就给大家 highlight 了那个什么，用黄线 highlight 一下，他的意思主要就是说呢 ，short investor 就是短线投资的那个投机者哈，那他们呢就是造成了什么加州的那个什么 housing crisis， 就是这个房市危机，就是主要什么没有足够的房源，特别是什么那些 working class， 也就是说那些蓝领阶层或者是中产阶级的话，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去 compete， 就是去跟那个全现金投资者去什么去竞争去买房，那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什么很多那个就是working class 是没有办法去买了自住房的话呢，就得租房，那甚至也知道租房也很压力山大，他的租金也在一路飙涨 ，right？ 那所以说呢，他就说，那我就出了一个这个什么叫做投机法，就是说控制这些短线的投机 investor， 或者投机分子啊，就是说，他说如果你要是在3年之内买了房，然后转手要卖，那你净赚的那部分，我要再额外加收你的什么 surtax， 额外的附加税25%，然后这是在3年之内。如果在接下来的在7年之内，它什么？它是一个递减的，也就是说25%，它是一个递减的 chart。那每后，也就是你持有这个房产多一年的话，那你要交的那个税就少一些，少一些，少一些，一直到第7年终止，没有这个额外的 surtax， 是这样的。那就是为了控制你，就是什么不能够做短线的投机活动了，投机倒卖了，可以这么说。让他说你，我要你至少要hold的是3到7年。哎，但是我想问一下，既然有这个附加税，那这个税的资金的用途是作为什么呢？它有没有什么例外啊？例外情况？对，它是有的，因为他呢就说，哎，那我不能够一棍子打倒一船人吧，打倒一船人，所以他说，哎，那我是要什么刨出一些，某些一些 category 的一些人群。有些人群的话他就什么，我要把它刨出来，比如说包括就是说像那个应该是first time home buyer 就是第一次买房的人，他这里还写了 military service member， 也就是说在部队服役的军人，这种类型的人的话，他就说，哎，那我们不会给你增加这个短线的这个什么倒卖，因为特别是部队人经常要什么要到处要换嘛，要他不同的地点，所以这样的话，他可能换房的频率比较高，那这个的话对他们来说肯定不能够是 applicable。那这个钱的用途呢，就是说我将来要把这个钱收上来的这个像募集上来的这一部分资金的话，这部分资金我要把它什么去用作建造更多的 affordable housing， 就是低收入住房或者是说呢提高就是说就是提高这个学区，或者是说哎就是帮助建设社区这方面的就是公益性质的那些一些活动。明白。但同样呢，其实如果大家一直在关注我们地产世界，也可以去我们地产世界频道，这里有我们每一期的地产世界的节目，包含一些其他的 Cindy 的个人其他节目啊，就包括地产 Vlog， 还有地产故事会、地产的时事热点追踪，那这里有更多的地产干货以及更多的地产故事，包括这个 Cindy 从业这么多年遇到了一些这个事情啊，好
好玩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希望在这个频道上的这些节目大家能学到更多的干货，好不好？来，我们还到回到这个今天的很多的这个网友比较关注的一个环节，就是本周你有没有什么和我们想分享哪些像室外的一些地产的开发项目，这个房源给到大家呢？对，我有的话当然跟大家分享，私下房源是吧，这个是在天山看到的。那这个呢是一个商业地产开发项目，它呢是可以开发10套联排别墅。10套联排别墅它位置非常好，它是靠近那个叫做 Anaheim， 它叫黄金三角，就是金三角，就是那个什么 Golden Triangle。 啊，我给大家看个图示吧，这样讲的有点抽象。图示给你看看，我的绘画水平有限，所以说看这个歪歪曲曲的这个黄线呢，就是 Anaheim， 就是在靠近迪士尼乐园的 Anaheim 的这个金三角。为什么叫它金三角呢？因为这里是交通最便利啊，这里的话是可以说经济最发达，它这里有迪士尼乐园啊，还有它那个体育馆啊，包括它这里还有什么度假村啊，还有那个什么购物 outlet 中心啊，所以这一块都在这里。这些都在这儿，还有包括大医院，还有包括那个什么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学校叫什么来着，我就想叫 Chapman University， 就是很有名的美国很有名的艺术学院，也都在附近。所以这一块的话，它是这个是安纳海经济最发达的中心。那我所要说的这个地点呢，就是开发项目，就是离这个迪士尼乐园它大概开车也就是大概5到8分钟，很近。所以说它这个是很好的项目，离这个是位置最重要，咱们说的是不是。那这次可以建10套那个联排别墅，那具体的信息的话可以线下跟我联系。同时呢，我也希望大家观众的话呢，如果有可能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些，比如说你的想法啊、意见啊，或者是说你有兴趣想听的话题，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绞尽脑汁去想了，下次想给大家分享什么话题了。哎，是的，如果说您对于这个房产这个项目投资项目感兴趣的话，可以扫一扫右下角的二维码，包含这个给到我们这样宝贵的建议，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包括可以扫二维码跟 Cindy 进行沟通，好不好？我们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反馈啊，包含其实更多的人啊，这个希望看到不同价位的房源等等的一些这个市价房源。我们知道 Cindy 有很多这个不同的一些干货呀，还是攥在手里的，所以大家如果是想看更多的内容，也可以去 Cindy 的这个包括微信社交平台，包括 Cindy 的地产世界的这个 YouTube 油管频道啊，去看这些干货内容。好，今天很感谢 Cindy 给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您。谢谢，下次再见。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全部内容了，当然最后还是要说知识就是力量，那信息就是财富，地产世界我们下周再见，拜拜。拜拜。